来自拍一张。现在就在这个纽波特的市中心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视频，录制一个小视频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纽波特市中心的一个地标式的建筑，就是纽波特塔 Newport Tower。这个据说是在5月8号登陆之前就已经建成的一个石造的这个塔，就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公园，现在樱花正在开放啊，非常的美。对面是纽波特艺术博物馆啊。这上面写的日文，写的日文，应该是日美友好。看这块有一个日本的这个石灯笼。现在去纽波特塔看一看。就是这里咯。哇，这棵樱花好好看哟。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古老建筑的魅力。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，这对面有一个小博物馆，我们就不看了。我们在门口看一眼，纽波特。纽波特 Tower Museum， 纽波特 Tower Museum， 这个是一个小商店，但是 Tower Museum 好像没有开。去看看对面的这个艺术博物馆，这儿车很多。这边很热闹，都排着队。
这有个建筑师事务所，这有个建筑师事务所。